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龙虾节了，又是一年一度的魁北克龙虾节 Les Hommes。OK， 这个时候是五月的中旬开始，然后持续一个月左右，然后一般价格都在6.99-10.00左右吧。去年这时候大概是6.99-7.99，那今年在 IGA 啊，在 Metro 都是8.88。今天我看到 Povigo 是7.99啊，对于有会员的来说，没有会员是12.99，但是 Povigo 已经卖完了。那么我呢，在 IGA 啊 ，IGA 买到了3个，然后它呢还是不错的，这个今天大概都是在1-1.5磅左右买了3个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，我怎样来处理这个龙虾，应该我是用跟去年一样的方法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会准备一些蘑菇 champignon blanc， 然后一些草，一些土豆和大蒜，还有一些小葱。配料的话呢，我有一个柠檬，然后再加上一点黄油。对于奶酪来讲的话呢，我还是用这种比较普通的 fromage， 然后加上一点这个 cheese fromage 的这个调料。我很喜欢这个avocado 的这个 mayonnaise 啊，味道很香。看啊，这只龙虾放到水里之后变得很安静啊，一共有3只。那么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里还有一两只小的，都挺活的，因为龙虾季节真的是刚刚才开始的啊。你们可以看到，挺好玩的。接下去呢，我要找一个比这个大一点的锅子，把它们给煮了。它们放在了一个石锅里面和一个铁锅里面啊，现在它们都很安静。然后呢，我要准备煮它们了，大概是用大火或调中火煮20分钟左右。这3只龙虾呢，一共是1.492公斤啊，按照19.56一公斤花了29块钱。我刚刚还在了解，有一家饭店叫 Pied de Cochon 啊，是60块钱自助餐，经你吃的那种。但是最终的那一年，我也就吃了大概3个就饱的不太，就吃不下了。OK 呀，我已经把这个大蒜已经切好末了，然后呢 ，fromage 也已经全部切好和掰好，小葱段本来就我切好了，然后再加上这个草，大蒜我又留了几瓣，然后这个些调料，包括蘑菇我已经切好了，备用就行了。All the words I had to say